大家好，我们吃中饭了哈，给大家看一下吃的啥子。回锅肉、炒鸡杂、干腰火炒，还有几个菜还没来哈。现在我们是在重庆的秀山，今天早上七点钟从长沙出发哈，到那儿你看都快两点钟了，还是有点饿。比如说一个就是省境到了重庆那边啊，说话也好，点菜也好，都完全就是川菜。湖南那边你想点个回锅肉，就是恼火；湘菜馆里头，你只有点小炒肉，特别是炒鸡杂、干腰火炒那些是川菜了哈。方便啊，吃了是真的热乎啊。这是炒的猪翅哈，猪条啊，猪条猪条。哦，好，巴适。如何？味道四川啊。这个辣椒真的跟湖南的辣椒不一样，我们那种它的花椒的味道要酸一些，要辣一些。没有吧？这边用豆瓣了。我们这一次在湖南，路过了三次哈，用了三次，听了三十多个湖南粉丝吃饭，特别昨天晚上。大概有45个人，大家都吃得很开心。下一站以后具体去哪儿，我们现在还没定好哈。有很多朋友说他们没报上名，其实有的我们视频早就发出来了，报名视频。所以一定要多关注我们火焰教程。等到下一次，出去的时候，应该就在6月初哈。出去的时候，我们还是会发视频给大家的。我是何伯，是我们要去了赶路了，巴适的板。